嗨，你们好，我是 Ellie， 欢迎来到 Goist 中文节目 Beyond Class。 你尝过中国的酱油吗？今天我们学习一个跟酱油有关的词，打酱油。我们这次项目失败了，都怪你。啊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就是打酱油的。你在玩什么游戏呢？带我一起玩吧。你这个水平来了也是打酱油。我就想打个酱油。哎，去去去去去。打酱油本来的意思是拿着瓶子去商店买酱油。现在这个词用来表示这件事情跟自己无关，或者自己并不重要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给我们点赞、关注和留言哦！我们下次再见。